神是叫我们经历极难的，有时他叫我们进入地的深处，行走隐秘的道路，埋在死人中间。虽然这样，神和我们中间的交通与联合是没有一刻间断的。神既叫我们进入深处，也必从深处带领我们出来。信徒啊，不要对神怀疑，你不要说神已经弃绝你、忘记你了，你不要想他不和你表同情。白日无论如何长，总要完结的；冬雪无论如何厚，总要融化的。你当站住，你的工作不是突然的，神必安慰你。那个时候，你就要高唱凯歌了。